下面呢，轻松一下，带您看一位超爱演的萌妹子。没错，比我还爱演呢，啊，特别不容易。教练让她演示开车上大路，她就真的演起来了。那什么啊，今天咱们测试一下路面啊，你也不用太紧张，平时怎么练的你就怎么开，要放松啊。骑车。滴滴滴滴滴滴，怎么开的车呀？马路是你家的呀？有点安静哈，放歌听听。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成绩。你能不能要不练给我滚下去？这家伙，别人开车费腿，你开车费嗓子呀？你不累吗？